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啦！看得到我吗？赶快跟天天打个招呼，我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。大家呢，是不是有非常的想念我呢？好哦，今天呢，不管是送什么，请大家赶快在留言分享，因为今天是送妞妞独家私藏的罩衫，那个罩衫呢，基本上在短时间之内不会上架。所以也买不到，就是妞妞的私藏罩衫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妞妞的商品，总之呢，你就分享就对了，分享就可以有机会抽奖妞妞的私藏罩衫呢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非常好看哦。Hello，赶快跟我打个招呼。今天网速稳吗？无论如何，就是给他分享下去，因为私藏罩衫，当然这几天、这个礼拜、这下个礼拜应该也都不会上架，就是反正就是私藏的喽。好，看看大家跟我说什么。好哦，现在一样是高温炎热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没关系，真的，情人节要到了，大家都在为自己做打扮，然后所以最近很多人买新品哦，就是希望可以漂漂亮亮的去约会，对不对？好，包括妞妞也是一样，虽然妞妞已经不是在过情人节，但是呢，也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哦，好不好？赶快在留言分享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说我今天要送什么。好，先来偷偷的拿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私藏罩衫呢，它是一个长版的，然后它是冰丝软料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啊，短时间不会上架。这个真的是私藏的东西要送给大家，所以请大家喜欢这种冰丝然后软料的罩衫，赶快用力的给它分享哦。先不要管是送什么，反正妞妞送的都是好东西啦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好，我把镜头瞧一下，因为这个罩衫是长版罩衫，然后这个啊价钱不便宜，然后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。好，所以记得它是穿起来是这样子，超级好看。它是软料冰丝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，长版的非常非常舒服，不好穿的不可能，几率不大。好，真的是很好看，而且是冰丝软料的哦。那我们今天送两名，妞妞做了两个最棒的颜色，就是蓝色跟黑色。目前不会开卖，感觉很凉，没错，不是感觉，是真的穿起来很凉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赠品哦。那既然是赠品，那就不能穿太久啦，因为目前真的买不到，近期也都买不到，真的只是为了太久没有见到粉丝了，送一个很厉害的商品给大家，所以后面进来的，不管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要送的商品，就给他按赞就对了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你如果收到，你绝对会很开心，因为真的很好穿，很好看。等一下一定又会很多粉丝问说那个什么时候会上架，我已经说了，短时间之内不会上架，前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在等着大家。赵三非常非常厉害，但是真的还没有。还不 OK，好，等 OK 了，我一定会赶快上架给大家。但是近期真的还没有好，所以后面进来记得在留言分享就对了。那个东西粉丝都很多人都说赞，所以不用我再穿了。等一下中段的时候我再穿。好，来，我今天要先介绍新品哦，大家久违了。昨天妞妞有发文告知大家，因为太多人在私讯问妞妞说为什么妞妞没有直播，因为我在准备一系列超多的新的商品给大家。所以呢，真的比较没有时间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。那今天我会把上个礼拜，这个礼拜的新品跟今天的新品，通通都跟大家就是详细的说一遍哦。好，所以今天利用比较早的时间，比较早的时间跟大家见面。好了，那我先从我身上这一套开始讲好了。我先讲上衣，上衣呢已经火速卖光光了。好，那现在在追加，所以请大家追加。这也就是今天这第一套呢，其实就是我出门穿的衣服啦，所以会看到里面妞妞搭着自己的一般的穿很久的小背心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有。那为什么这件会卖翻呢？先跟大家讲，它的牛仔非常的薄，非常的软，它不是硬的，不是那种硬的，所以穿现在穿不会很热。再来后面整个都是网眼洞洞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凉快哦。然后呢，我呢是把它当罩衫。那如果你们想要当衬衫，也可以把它扣起来。或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去比基尼的地方，
去海边你也可以这样子穿。其实衬衫有蛮多蛮多的穿法，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穿搭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本来是长袖，妞妞就是自行卷成七分袖了，卷成七分袖，来，就是卷成七分袖。好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这种袖子啊，其实随便卷就好了。我倒觉得不要卷得太整齐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随性。好，那有喜欢的可以去预购，它的预购期大概是七天哦。前面已经很多人在排班，如果你想在七天就收到的话，就赶快赶快去预定。那跟大家讲，像扣子我就是故意会扣，不要扣齐的，扣就是少一颗，它下摆就会有一点点不规则的感觉，这是一个穿衬衫的小技巧，教给大家。那整个呢，它完全不会闷热，因为都是网眼的。好，再来呢，它是软料的，我再次强调它是很软的牛仔，所以穿起来非常非常合适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要讲我身上的牛仔裤了。好，新品有没有看到牛仔裤？有没有看到有上一款牛仔裤？我今天穿的是非常肮脏的球鞋哦。好，大家不要理我的鞋子。新品的牛仔裤非常好穿，非常的弹，很多人可能穿不住长裤，现在觉得还是有点热，但是呢，妞妞这件裤子穿了两天，昨天回国在机场也穿它，今天上班也穿它，真的是非常好穿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显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呢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，这个版型偏小，妞妞穿的是 M 号， S 号我可以穿，但是我觉得太紧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它的版型是偏小。如果你想买这一件的话，跟我一样穿起来很舒服、很瘦的感觉的话，请你们要买大一个尺寸，它的版型偏小哦， S 大概是 XS 的尺寸，所以有喜欢的自己去选购。它是真的很弹，然后割破的弹性的非常弹。它这个颜色我很大推，是因为它很好搭，它就是从夏天现在到秋冬色都可以。那可能通过直播的那个色系看不清楚，我们可以到卖场上去看了。好，它就是一个到脚踝，而且真的非常弹。但是就是再提醒大家一次，一定要买就是大一个尺寸。好，后面进来的人，今天我们要送的是妞妞私藏的罩衫。刚刚前面已经造成一股轰动，我再穿一次给大家看。我现在穿的是蓝色，非常飘，非常舒服，冰丝的，然后长版，蓝色跟黑色都非常好看。好，就是很厉害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进来二话不多说，反正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你就有机会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给你自己试试运气一次咯，好不好？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就可以得到它。目前短时间都不会开卖，所以大家不用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要介绍这件针织衫，这件咯，等我，等我。好，我直接套下去好了。来，这件针织衫已经预购了。好，虽然呢，大家觉得天气很热，这种东西穿不到，但是很尴尬的，我只能告诉大家，你不先买呢，可能会没有；先买或许有粉丝觉得穿不到。好，现在真的，大热天可能真的穿不到，但是妞妞帮大家选的是洞洞的，所以其实现在晚上啊，或者去冷气房都还有一点微凉，其实是可以穿的。但是我建议大家先购入啦，因为这种好东西到时候没有了，你要妞妞生我也生不出来。罩衫没有口袋，长版的没有做口袋。好，来，然后这个卡其色是真的非常漂亮，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可以这样子一字领或是挖肩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挖肩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搭个牛仔裤就非常非常的休闲哦，好看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穿，这总共有三个颜色，三个颜色都卖光了。对啊，虽然我刚刚有讲啊，其实天气没有说到很凉，但是呢，大家还是不熄灭就是要买漂亮衣服的欲望哦。好，来，绿色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背心没有啦，背心是我好几年前的小背心了。好来，你看绿色也很好看，绿色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颜色，因为这个是偏草绿，不是军绿，所以不会到很热。虽然天气可能状况不允许，但是我真的推荐大家先买，因为既然都卖光了，就代表很多人喜欢。好，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它？就是版型好看，其实价钱也不贵。好，所以有喜欢的，你可以这样自己搭一个背心，或者是里面穿平口也可以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绿色，这真的卖得很好哦，没有骗大家的。好，再来呢，就大家最喜欢的黑色咯。
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哦，我们今天就是会送厉害的罩衫，按了就对了。好，来，非常非常的美。好，然后黑色就是大家最喜欢若隐若现然后洞洞的感觉，然后也是最显瘦最不会脏。那这种洞洞的其实到时候就是转凉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直接穿了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子，你也可以这样让它掉下来，就是变一字领的感觉，所以它是可以两穿的感觉。好了，这件非常非常厉害，后面进来一定要再留言分享，或许你还没有看到我刚刚送的东西，你可以去看重播。总之呢，刚刚粉丝说非常非常的厉害哦，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得到的话，反正就按了再说咯，按了再说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穿的这一件，这一件我自己有买，我真的觉得穿起来非常的有气质，而且这个外面没有，它是做七分袖，重点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它的穿着感实在太舒服了。来，不分大小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它的延展性可以到这么大。所以呢，一路到 S 到 XXL 通通都可以，很厉害的一件衣服。好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好，基本上你里面可以自己像我这样搭一个背心，或是像卖场上，你可以搭短一点的，我觉得短一点的会好看一点，就是有点这样子若隐若现的感觉，短一点可以像我这样折起来。好，这一件呢，它是做有点七分袖到八分袖，所以非常适合现在的天气哦。再来呢，它是做前开叉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让你有一种性感，小性感的感觉。再来呢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它整件大到不行，延展性非常好，不管你是瘦的胖的绝对都撑得起来。再来帮你盖住你恼人的小屁屁了。好，非常就是全长很好看。然后通常妞妞就喜欢穿斜肩，你就拉斜肩。那这一件其实衣服是做正常的圆领啦，正常版型的圆领，所以这件是真的很酷，因为我觉得很性感很好看，你搭短裤啊或是长裤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唯美。然后我身上穿的是灰色，这其实都是一点点很简单很薄的针织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太热的问题。好，然后这一件啊，这件你们可以上万爱想去看 model 穿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一件就是搭牛仔裤来穿。然后尤其提醒大家，像这种衣服啊，你如果搭高跟鞋非常非常的高挑，就是看起来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，黑色就大家最喜欢的啦，因为就是最性感，就整个会有网眼的感觉。但是黑色我建议大家的小可爱去把它换成黑色的底，我觉得会比较协调一点点，黑色有没有很好看？对，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圆领，很厉害哦，很厉害。大家赶快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！我们今天送的是非常厉害的丝长罩衫，没有人说不好看，所有的粉丝都觉得它厉害，都觉得好看。所以不管你知不知道是送什么，就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就对咯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黑色，还有一个颜色呢是白色。白色我超喜欢的，因为白色呢它是纯白，它是就是很洁白的纯白，所以穿起来呢，整个人非常亮眼。好，来，白色就是整个人非常非常的亮眼，好，很性感。然后这个啊，你也可以只是去海边的话就穿比基尼，就是若隐若现，很多穿法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自己去尝试，自己去搭配。然后刚才已经讲了，这件的延展性，它的针织延展度这么大，看我穿就想买。多少钱？等一下我会附上连结，大家可以到官网。好，然后它是整个盖住屁股，我觉得这里面啊，像我搭这种窄管合身的裤子都很好看，我相信大家不用再花钱特别买，除非你真的需要条裤子，不然就是家里的那个合身裤子拿来穿其实就可以了。好，甚至我看有粉丝搭棉裤也可以，因为棉裤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前面帮你盖住了，后面也帮你盖了屁股，所以其实穿棉裤是 OK 的。好哦，然后再来呢，今天要介绍一个厉害的东西。好，什么东西呢？好，还有一件针织衫要介绍给大家，很厉害的针织衫，超级卡哇伊的。好，今天上架粉色就是很多粉丝特喜欢的。好，今天才刚上架的哦。好，粉丝都喜欢粉色，真的是很可爱的颜色。好，来。
算一下这给大家看。这个呢，它其实是也是做网网洞洞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，现在好热，买这干嘛？来看一下，侧边都有帮大家做造型，然后做前短后长。这个啊，就像我这样搭一个白色球鞋，然后搭一个牛仔裤，其实就很好看。然后你说要不要扎呢？其实帮大家做这种摆渡的，其实不用扎了，就可以很显瘦了。这个粉色穿起来超美，就整个人很缤纷、很糖果的感觉。然后袖子是做宽袖，延展性200%，跟刚刚那款一样。所以呢，高矮胖瘦、肉瘦的人全部都可以。这个今天新品真的卖得很好。好，所以我就说大家都在准备想要出去玩的东西，那也不用特别带什么项链，因为其实有做一点简单的微波造型，大家不用担心哦。妞妞非常脖子非常敏感，我自己很不喜欢很卡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呢来看它是不是轻轻的，完全没有贴到勒脖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购买哦。好，然后呢这个颜色啊，我帮大家这个有四个颜色，我帮大家挑四个颜色。为什么挑那么多色呢？因为呢，这一款的版型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每一个人。哎呦呀，非常适合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当初在做的时候就想说要用四个颜色来诠释它。好，白色非常好看，白色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。它的白色是介于米白，所以穿起来是非常非常高贵，不会那种死白，然后整个就非常非常的弹。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到后面进来的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好，然后后面长度很好，冬天我做很多都是会盖住屁股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太短太小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妞妞其实都一直有在听见大家粉丝的声音，想要裙子的啊，想要宽的啊什么的，妞妞都有听在耳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呢，再穿一个也是非常非常卖的，然后我们的 model 就是喜欢黄色，所以她买了黄色。好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亮色系啦。这个黄呢，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阳光，非常非常的阳光哦。所以黄跟粉穿起来都很好看，都很衬肤色。有没有？黄色是搭牛仔裤也很好看，然后你想要围扎也可以啦。但是其实妞妞已经就是帮大家做前短后长，其实扎不扎倒是其次。黄色好看吗？黄色，黄色非常非常的亮。整个人就是变很亮眼，超美的，然后可以盖屁股。好，再来最厉害大家最喜欢的颜色，我就不用再说了，你们一定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就是黑色咯。好，来黑色，黑色，赶快在留言分享哦，不然你们真的会后悔。那件罩衫啊，价钱真的不便宜，然后真的是妞妞太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送给大家的小礼物。好，来黑色，黑色就你们最喜欢的。好，然后这样子洞洞比较明显一点，看一下黄色。我觉得啦，轩弟，像你很常，我觉得很常出游的人，还是再次建议大家可以买偏亮色系的东西，因为拍照真的会差很多，真的会很好看，都很好看。那大家自己选咯，这是今天上架非常火红的新品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个商品，它是两件式的雪纺，两件式的雪纺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这件两件式的雪纺它有送小可爱给大家，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，你买这一件呢会附赠你一件小可爱，是送给你的。好，然后呢先跟大家透露一下，小可爱的质感好到爆炸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要去哪边找可以找到正棒小可爱。这一件两件套，他送你一件小可爱，我反倒觉得我比较想要这件小可爱，因为呢它的这个质地真的很好，好到我相信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这个面料的小可爱。这面料我真的无法诉说，但是真的太好了，真的是我发誓它真的是我外面找不到的料子，然后非常好穿的一件小可爱，我觉得它的价值在这边。对，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哦。好，它就是两件事，白的会送白的，这一款上衣总共有三个颜色，黑色会送给大家黑色的小可爱，
白色跟咖啡色都是统一送白色的小可爱给大家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先穿白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纱，网纱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来，这件我自己有买，因为它就是当我的防晒衣，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就穿比基尼，它是一件这样子的概念，这样子的概念。好，袖子呢，全长让你遮阳，然后呢，宽袖，不挑人穿。白色的小可爱是送给你的，你想搭就搭，不想搭你就自己搭额外的平口也可以，就会变一件比较唯美的上衣。那它正常我们是想要这样子穿，就是可以搭一个小可爱。再来呢，大家看一下它的材质纹路都是透气舒服的。会很容易往上跑吗？基本上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一字领的免不了往上跑的问题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一字领不会往上跑，请你告诉我是哪一件衣服，因为我也很好奇，我也很想买，那绝对是骗人的。除非在你的衣服里面有动一些小手脚，或者是别一些小东西，它可能不会往上跑。一字领的东西不可能举手不会往上跑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我的亲身体验，非常非常的简单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一直常在讲的。好，然后后面它这边都做缩腰的，所以呢，来 S 到 L 号通通可以驾驭，上面也是，都非常非常好看。白色我觉得就是洁白气质，好，看看大家喜欢什么颜色。再来呢，我来穿一下咖啡色给大家看，咖啡色我觉得很有质感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咖啡色，它是有点咖啡卡其，咖啡卡其就是比较秋一点的颜色。好，但是我觉得它搭配这个送的白色小可爱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如果你不想拉一字领，有些人不想拉一字领，他可能就会穿这样。可一字领比较不像妞妞喜欢穿的风格，我就还是会把它拉成一字领。它就是宽袖、长袖，是故意的哦，不是瑕疵哦。不要跟我说妞妞为什么这袖子这么长，是故意的。OK， 好，它就是给你防晒的嘛。Hello Vivian， 好，记得按这里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好看。而且很有质感，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欧美。法库是卖场的吗？法库我看一下，法库是卖场的，但是目前好像没有黑色的。法库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进新的，然后现在有一个线条的法库是追加回来的，有喜欢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很好看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一个颜色就是大家最爱的来了，黑色。好，可是黑色它是送黑色的小可爱，提醒大家不要说到时候你收到说哎怎么没有小可爱，黑色是送给大家黑色的小可爱哦。好，再次强调它的这个小可爱实在太厉害了，我始终找不到第二件更厉害的小可爱。好，黑色是送黑色，我觉得这件价值小可爱大概有价值 70%， 真的真的很认真的告诉大家。罩衫多少？什么罩衫？会刺刺的吗？我个人穿着感是不会刺，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官不同啊，我真心觉得我穿不会刺。对啊，因为它毕竟它是雪纺衫，它不是很粗糙的质感。好，黑色很好看哦，黑色就是最性感迷人了，如果你要去约会的话。目前新品都还有现货，如果你想要情人节穿到，今天赶快订购，我们明天会帮你出货，你这个礼拜就可以拿到，情人节就可以穿美美的出门。情人节是下礼拜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大家可以都穿美美的去约会，好，约会必胜。现在这一件哦，多少钱？我们等一下会放上连结，如果你现在很急着知道，可以到我们卖场的最新商品就可以看到它了。这是今天上架最夯的商品。好不好？好喽，然后今天呢、还有帮大家上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叫做这个裙子，螺纹的裙子哦。我现在要来介绍这螺纹裙子，这个裙子非常多人爱。好，到底有多厉害呢？来穿给大家看喽。等我一下哦，因为要穿整套，要脱裤子，需要一点时间。后面进来的粉丝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你绝对不会失望。好不好？但是你没有按的话，你可能会很难过。好，因为呢，很厉害的商品你就没有机会抽奖喽。好，
妞妞的球鞋呢，今天实在有点肮脏，因为穿出去工作。这一次的裙子呢，是帮大家出螺纹的。等一下哦，我把鞋子穿好，等我一下下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把它调正。好，这一次呢，裙子是出螺纹线条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大螺纹的，大螺纹的面料比较厚一点点，面料比较厚一点点，但是面料厚有一个好处，它比较挺，不会贴屁股，所以呢，屁股就不会胖胖的，有没有？比较贴屁股，但屁股就不会胖胖，它大概到我的小腿肚，所以呢，不用担心太长太短，而且妞妞现在穿的是中腰，中腰。而且这件才300而已。好，然后它旁边就是帮大家做这样小开叉，然后其实啊，你可以把它移过来一点点，其实这可以自行的移，就是你想要它的叉在这边的话，你就稍微给它转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像，也蛮好看的。对，就是你看你的叉想在这边，那边其实都可以，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后面就是全素的，很好看哦，因为它版型很挺很挺。L 号穿得下吗？我来帮大家测试一下，它的针织面比较厚一点点，所以呢 L 号是可以的， L 号是可以的，就是会比较包臀一点，它本身就是合身，会包臀，就是会包臀这样。但是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，面料比较厚的话，它就不会就是贴在屁股上，很明显很明显的。那我跟大家讲啊，这种合身的裙子尽量穿无痕内裤。彩彩你还好吗？我有到你的 FB 留言，你有看到吗？加油哦！请问妞妞现在示范这款螺纹裙跟之前卖的黑色完全不同款啊，之前的螺纹这款是新款今天上的，它是属于比较厚一点点的针织料，之前那一个是软料，是棉质的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裙子，你两件都可以戴。如果你想要比较休闲感的，可以买之前的那个软料，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，最佳到货的。好，这是灰色哦，然后我来穿一下黑色给大家看。好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，因为这个是很比较厚的，它的质感跟之前的那个完全不同。这一款啊，它是算有点针织裙哦，所以会比较保暖一点点，会比较保暖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黑色，黑色当然就是瘦啊，黑色就是显瘦，黑色其实也不用多穿了。好，然后刚刚一样讲了，就是叉你想要调过来，就是在前面呢，还是转过去都可以。好，现在这季节啊，就穿短裤有时候嫌冷，穿长裤有时候又嫌热，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点那个裙子来穿。好哦，来，接下来我要介绍很厉害的东西了，大家请看我。好，先跟大家讲一个消息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到粉专去看讯息，所以呢，我呢还是要在直播再讲一次哦，再讲一次。最后一次讲完我就不会再讲了，讲完就不会再讲了，后面进来一定要按留言分享哦。大家记得这一款吗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深色啊，好几百件全数售完，然后啊，我这次出差特别问了厂商还有没有就是可以布料让我们做，但是厂商说真的没有，深色真的再也不会有，这只能说买不到了，绝版了。但是我后来又再挑了一个色卡，就是呢跟厂商说浅色那可以吗？因为我觉得浅色也蛮好看，所以最后厂商帮我定做最后30件的浅色，昨天已经有一半的名额预定走了，一旦30件额满了就直接没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很喜欢这件，请你等一下直播完的时候立马就先去买它，这个如果你没买到就是封城，再也不可能买到。如果你买过深色很喜欢，你可以再买浅色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子，浅深色我超喜欢，我带小朋友出去玩大概算3次4次了，
好，下一个信终于有浅色出来了。这件有什么好处？我再讲最后一次，之前讲过很多次，这件本来就是帮大家做比较大，肩带可以继续调整，就是有肉的、宽松的都可以穿。然后呢，再讲一次重点哦，没有发现我的身材是37比例，我相信每个女生都想要拥有这一种比例。那你是可以做到的，用衣服去修饰。我把上截的部分做得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你的身形就会比较短，相对的你的腿会变长，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大卖的原因哦。你回家看看你的连身裤是不是这样的比例，这样的黄金比例，不是身高，不是身高的问题，是衣服可以修饰你。所以有喜欢浅色真的，昨天已经有一半的人预定了，所以你有很喜欢的话，请你等一下直接预定，浅色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后面的就是正常的版型，完全没有让特别短，这可以一路穿到好几年。好，买一件400块的裤子可以穿好几年，这都是缩腰的 S 到 L 号都可以穿，然后肩带可以自己调。这件我就不再多说了，因为数量就是不多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了。不要再问了哦，因为我之前说深色没有就是没有，可是我的讯息啊还是爆炸。就是粉丝还是说妞妞到底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真的没有了，别再逼我了。好，来，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几样最佳商品，请你们认真的听进去哦，因为不是我要骗你们，还是怎么样？是真的，这是属于事实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不然到时候。就是我担心你们买不到，然后又会很生气。好，刚刚没听到什么黄金比例，37的黄金比例那件。好哦，接下来这件呢、啊，独家设计的，总共到了超多的，反正小编包到手软了。好，然后粉丝谢谢很多粉丝分享照片给我们。再简单的讲一下这一件。好，这一件呢，我帮大家做的是套装，那我最得意的就是裤子。因为呢，裤子有没有发现我做高腰？这个高腰非常的有质感，我前面没有帮大家做松紧带的设计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高贵。你可以自己去搭配你的素色的针织衫，或者是素色的背心都可以，想当套装也可以。你看这个裤子做得多漂亮，有腰又有臀，腿又长。好，那很多粉丝说我穿得下吗？来看一下后背，我帮大家做松紧，所以呢，这个裤子是松紧带的。好，所以大家都可以驾驭，不用担心说妞妞这看起来好小，你好像只有你可以穿。大家看一下我腰这边都还有空间，后面又是做松紧带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穿。这是独家制定，已经包到手软了，现在还在包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因为有些可能粉丝没有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不知道我们的即时消息。很多粉丝因为 FB 太多厂商，太多朋友会被刷过，完全没有看到我们，所以呢，我都会在直播再提醒大家有什么好东西。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，记得要去买，因为这件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它是做双层的，不会透，不会透，完美的比例，没有让大家露到小肚子啊，什么都没有露到。然后最得意的就是刚讲的裤子，有没有？它整个是超瘦，来，不用担心穿不下，后面是松紧的，然后这次做了两个前插袋的口袋。好，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商品。好，就是希望你们没有买的人，如果喜欢，赶快去订购，好不好？好，小编真的包到手软，这件我超喜欢的，我也是很常带小朋友出去，我觉得很适合，或者是去约会啊，什么带个可爱的包包，超级适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二话不多说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280元的罩衫。好咯，他已经追加到货了，追加到货真的是每一款都有各一两百件，每一个色啦都有一两百件，目前有现货，但是现货也不多了，要等待下一批，因为这个实在大卖。大家可以去看粉丝团的留言哦，就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推荐他的好朋友去买，每一个人只要你周遭的朋友一个人买，他就会推荐他的好朋友去买。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穿，280块，说便宜可能你们觉得没有很便宜，其他的卖场可能有的罩衫卖到150、190、200都有可能。那妞妞这一款是280，但是为什么卖得这么好？我先简单讲一下，因为它是直线条的，再来它有一点点凉感的功效，再来呢它是弹力的，而且版型是人人可以驾驭，再来颜色又很特别，
总之呢280元，妞妞保证让大家买到专柜的质感，这个我已经讲了非常多遍了，只是在讲给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粉丝没有听过，对，里面有很多粉丝应该很多人都买了再买，然后呢又推荐好朋友来买，所以就是在提醒大家它有追加到货，如果你情人节这几天想穿的话就可以赶快买，它可以遮阳，然后可以当小外套或是冷气房里面，我觉得都很适合。那绿色是非常特别的颜色，它是草绿色，不是一般很热的军绿色，所以呢绿色非常好搭，你搭白色啊黑色啊灰色穿起来都非常的显白哦，不用担心这个颜色不会挑人穿。好，然后跟大家讲哦，卖最好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我真的觉得黑色真的太好穿了，而且黑色啊，你们不用担心说黑色会不会没有线条感，来，黑色一样看得到线条感，这个真的卖了上千件，瞬间，然后今天有到货。总之如果你是新粉丝，请你花280块买一次看看，因为它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一次就好，相信妞妞一次，我既然敢这么说，280元让你买到专柜的质感，你就可以安心的买吧。好，而且这只有我们家有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黑色一样看得到线条，不会觉得黑色就是看不到，黑色是卖最好的，黑色真的是很厉害，就是男女不是男女啊，就是老少皆宜，就是连就是我自己的妈妈啊婆婆啊他们自己都有带件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凉感，而且它是有一点点弹力，不会做很小，大家都可以穿。然后版型呢，其实我帮大家切的这个长度就是东方人我觉得最适合的长度，不长不短，不会显得你矮，然后也不会太长，又有一点点就是质感。好，很多人买了草绿色啊、酒红色，又回来买黑色，因为呢黑色罩衫绝对280陪你过好几年，真的真的，所以可以喜欢黑色的，我觉得黑色是必备，所以请大家没有买黑色赶快买黑色，黑色回来好几百件，而且几乎全部都出货，小编都已经快被这个罩衫搞死了，真的，大家买的速度非常快，我们的出货速度都有一点快来不及了。好，黑色，再来呢，还有一个颜色很特别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就是灰色。这个灰色啊，灰色以往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休闲，但是妞妞的灰色呢，给人家的感觉是很质感，它是有一点银灰色的感觉，银灰色的感觉，它不是那种正宗灰，所以穿起来有一种银灰色的感觉。Hello， 彩柔，彩柔就是分享我身上这一件的漂亮妈咪哦。好，粉丝有加我 FB 的，我都很认真的在关心大家，所以有想要加 FB 的再私讯给我吧。好，然后看一下，灰色真的是质感，穿起来不会给人家很休闲感，反而是意外的质感，所以灰色也是蛮特别的。包了黑跟灰，没错，黑色就一定要买啊。好，再来。很多人最怕买白色买到地雷，因为通常白色啊在网络购物，第一个会收到污点，第二个收到会黄黄的，第三个很容易脏。好，但是呢妞妞的白色非常洁白，非常的洁白，穿起来非常的好看。总之这几个颜色几乎粉丝都全包了色，你叫我选我真的还选不出来，这件真的超棒，我相信里面有很多旧粉丝铁粉都买了。对，那就是要提醒就是一些新朋友，280元可以让你买到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商品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这赶快买哦，你现在买还有货可以赶快出给你，明天帮你出，后天就到了，但是你动作慢了可能要再等下周咯，好不好？白色呢就是280块又不怕它脏，又有点冰凉的感觉，穿起来又很好看，重点是我刚刚有讲它的面料有线条感，所以呢穿起来不会像一件，我觉得坊间卖的罩衫如果没有一些线条，白色就是很无聊，很像内衣的感觉。好哦，后面的人赶快按赞留言分享。好，再来呢一个比较新的颜色，酒红色。酒红色也是非常卖的颜色，就是比较秋冬一点点，它的酒红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戴黑跟酒红啊，酒红也很好看。好，而且酒红穿起来非常有朝气，也是很显白的颜色哦，非常非常显白的颜色。好，最后我要介绍一件非常厉害的东西给大家，它是最后一批到货了，这个其实帮大家定做的，但是呢因为那个皮革的关系啊，
目前没有就是妞妞找到这么好的皮革，就是厂商问我要不要换皮革，但是妞妞坚持要用我原本的皮革，所以呢就是这一批到货之后就是没有咯，就是追加到货卖完就没有了。好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这一件，我之前直播有介绍过它的皮革有多厉害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如果你们想听皮革的话，请到卖场页面上面，我们都会有直播的简介影片，好不好？皮肤暗色酒红色适合吗？其实酒红色它那一款因为有线条，然后我觉得不太会挑肤色，欸，这五个颜色六个颜色都很适合任何肤色的人，是真的。好，来，那我现在要讲这个哦，这个啊就最后一批到货，因为厂商说要皮革，这个好皮革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呢我后来就跟工厂说那我不要，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批追加到货。它呢其实是可以当一个裙子穿，但是我里面还是微微穿了一件裤子的。好，那它是包臀的长洋装，但是你可以当成休闲上衣，它都是弹力的。然后像我出门啊，我就这样穿，我就这样搭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那可能你们会觉得酒红很挑人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来穿黑色。这是妞妞平常出门的装扮，这就是我。好，这就是我，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皮革已经是最后一批追加到货，已经剩不多了。好，因为之前我已经有跟大家讲过追加到货，那如果没有就没有了，但是蛮推大家买，因为这一款螺纹面料很弹，质感非常好，是我自己选的，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。这个就是妞妞平常跟好朋友出去啊，或是带小朋友啊，或是去吃个简单的饭局的，我觉得其实我一般的装扮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黑色罩衫一定要买，因为放到包包里或是任何衣服都百搭。哦，刚刚讲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忘记了，就是这个材质完全不会皱，你要怎么放到那个包包里，怎么样塞都可以，拿出来穿一样会是好好的。好咯，12点钟了，相信大家肚子都饿了，也要去吃饭了。谢谢大家等待妞妞了，因为妞妞最近我的右手边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新品在等着大家，然后妞妞花了很多时间在设计上面，包括你们刚刚很想要的这个罩衫，这个罩衫短时间不会上架，它是软料冰丝的，光只有两个色。好，它光这样看就知道端端端很端很弹，不挑人之外呢，它又很凉，而且我这次帮大家做长的，就是很欧美的感觉，很欧美的感觉，但是短时间不会上下来，这差超漂亮的。短时间不会上架，所以今天的赠品就是它两枚，一黑一蓝，请大家踊跃的分享，绝对不会失望，因为其他价钱真的不是很便宜，但也不会到很贵啦，就是也是三四百块这样子。外套可以烘吗？我不建议我们的商品拿去烘哦，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商品不建议烘，现在坊间在网店或是在一些知名的品牌店买，我觉得衣服都不建议大家去烘哦。我知道这很想要，但是这个端端罩衫不会这么快上架，请给妞妞一点时间，我还有好多东西在等待上架，然后帮大家设计中，好不好？因为还没有整个完全 OK 的状态，我要呈现最完美的东西给大家，我会尽快的，好不好？那赶快在留言分享咯，只能先让你们看看过瘾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今天妞妞送的新品，就是送的那个赠品。好啦，上架前我会通知大家，因为感觉大家好像很喜欢这个东西。好 ，Hello， 非常非常好看哦，而且只帮大家做两个色啦，就是黑跟蓝，因为我觉得最实穿。罩衫就是要实穿，花一次钱可以穿好几年，这才叫实穿，不是说啊穿一季就不要了。好咯，那今天的赠品就是我身上穿的很厉害的隐藏版罩衫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赶快分享咯。那大家赶快去吃饭吧，12点钟咯，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。